是不是赢了？林苍兰不信，说明日要亲自来查看鲛人开口。啊，还得留他一夜啊。云鹤，洛洛，你先让我睡会儿，一会儿再说。哎，云鹤，你怎么了？伤口有毒。思雨那个混蛋，走，我扶你进去休息。 鲛人灵可解百毒，但是我怎么记得书上好像说过，这鳞片拔不得，不然会大尾巴鱼。 鱼，其实我救你只是顺手之劳，你不必为我耗费这么多的。云禾，我查到了，这鲛人灵虽然有奇效，但是拔起来却刻骨噬心，所以这个家伙才会这样。别说了，他都醒了。大尾巴鱼，还疼吗？其实我救你只是顺手之劳，你不必为我耗费这么多的。你救我，我给你药。原来之前你一直不开口，是不太习惯岸上的语言啊。这个好办，我在书上看到过，想让他流利说话，得咬他嘴巴，我帮你啊。读读都是什么歪书，你别吓着他。 谢你，不用谢，他还挺有礼貌。大尾巴鱼，我知道你被带来万花谷，一直都很想回家。其实我也想离开这个鬼地方，不如我们一起逃跑吧。
一起逃跑。我熟悉万花谷的道路，所有的防守，所有的结界，还有阵法禁止。只不过我的伤还没好，你又耗费了这么多力气，他们人多，我们胜算不大。你好好睡一觉，明天等我准备周全了，我们就伺机逃跑。那你早点休息，大尾巴鱼。洛洛，啊，我们走。长一。什么？云鹤，这该是他的名字。书上说过，鲛人只会对亲近的族人和朋友说。朋友。朋友。那我们就重新认识一下，我叫纪云和。你好，纪云和。云和，危险。演得真好啊，竟然哄得那鲛人为你拔鳞片。你有没有良心啊？啊，我是真的受伤了。哦，好吧。不是啊，你怎么了？那鲛人都开口了，你为什么还不开心啊？你说如果明日他发现自己被骗了，会不会很难过？也许吧，但是他若能顺从先机，好好的做个先试，说不定能吃香的喝辣的，鱼缸都能用金的呢，说不定比大海还要好呢，对吧？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出现差池，进去看着鲛人。好。胜负在即，兄长竟还有心情出来闲逛。兄长是来给我送药的。今日你大出风头，明日之前有任何意外，谷中会认为是我下手，我只是防患于未然。用不上就扔了吧。兄长怕是误会我了，云和只是想赢得比赛，从未想过要陷害任何人。一定要赢。一定要赢。注意分寸，免得玩火自焚。云和，你没事吧？他没欺负你吧？没事，是我有些草木皆兵了。啊！你怎么又出来了？云和，我害怕呀。怕什么？我怕我再看着他，会心软放他走。明天赔给云和。大尾巴鱼，对不起。